还好吗？我撞到脚了。好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我们又回到安博航空凌云之志。那这一集我有阿尤，然后有我们可爱的萌宠一棒，叽叽，啊，渣渣，叽叽渣，叽叽叽，叽叽叽。叽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知不知道这个动画哎，吱喳吱喳，好。那如果我现在说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跟以旺的频道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在我们有发布新影片或是开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获得通知哦。那有推荐的游戏或是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也欢迎各位，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话，也欢迎赞助我们哦。下面有连结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要从16关开始。你有生活吗？没有。电影之夜，在一分钟内服务10名旅客。安博，竟然如何？在安检中心还顺利吗？虽然我算是你的老板，不过你可以照实跟我说哦。我喜欢认识新朋友，我也很感激你给我机会。但是，要不是因为我在考试中犯了愚蠢的错误，不然现在登机的就会是我的。犯错并不愚蠢，犯错能帮助我们成长，适应环境。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能考过的。你是萨克夫人，对吧？是的，萨克夫是个宁静的地方，但我很喜欢。其实我也是出生在萨克夫，我也很喜欢那里，人都很好。真的吗？我没发现。那我们一定也念了同一所学校了，说不定还被同一位老师教过。那老师应该是人类。我年纪不小啦，我看是不太可能。我应该跟你的老师是同学吧？比如说贝维利。啊，对啊，贝维利老师人超好的。我看不到，就是摄影机讲话了。好，所以我要念吗？不用吧。有人看见贝克吗？有人看见汉克吗？在说贝克汉吗？看来我得去工作了。怎么又新东西啦 ？Oh my god！ 就是不同大小的盒子。对。叮当叮当。邻居表示不要再吵了。叮当。我叫门铃长成，我就很喜欢把那门铃砸烂。惊不惊喜啊？爆米花跟电影之夜。苏西也在看看电影。为什么可以笑那么久？可能他们在看《惊声尖叫》吧。啊，真有趣！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聚聚了，真棒！这真是我需要的。电影之夜又来喽！连睡着都很美。我觉得阿瑶有种想吐的感觉，有一点。可以不要那种一秒一秒睡死吗？这种可能，这种事情真不公平。他写了一张纸条。安博，晚安。他醒来了。
谢谢大卫。应该只是就是昏的那种，昏昏沉沉的状况。对，永远无法理解。嗯，为什么要穿着鞋子上床？你可以帮他把鞋脱掉啊。大卫不够贴心。唉，可是我觉得现在也很难找到，就是男生真的可以把女生抱起来，那种公主抱法。应该说，我觉得就算你找得到那男生，应该也不会只是单单的碰到床上之后就结束了。除非那个男生对你没有意思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欸，可是我真的有看过一个男生，一个男生看起来超瘦，是瘦瘦的，然后也没有很高，但是他一个人可以抱超多东西的，就是他至少我觉得就是人是一定抱得起来的。嗯，对，那个应该是有练过吧，不然就是工作那种。对对对，因为工作关系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白日梦，白日梦，游玩 X 光小游戏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浴室了。苏西，你喜欢大卫吗？他很可爱。好平面。但我们做了很久的朋友，这么做很冒险，对吧？但是他真的很好。苏西，你觉得他也喜欢我吗？原来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啊。他们好像就只是朋友而已，就是青梅竹马。对。大卫或许真能说服我打消当空服员的梦想。老实说，在安检中心工作也不坏。嘿，你寂寞吗，小家伙？要我帮你找个朋友吗？维系感情很复杂，你该好好想想。苏西表示：“我需要早餐，早餐，吃的呢？说好的吃的呢？”安博，你看看你，你一早就容光焕发哎，脸好，对，他是妆没有上好，不小心涂太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哼，那是因为谁啊？什么都瞒不过你，对吧？是大卫啦。哦，大卫，我喜欢你，快多说点。他昨晚带了一堆爆米花和我最爱的老式校园悬疑电影来我家。所以那个老式校园悬疑电影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那个侦探两个半那种感觉。他真体贴，还有呢？他很体贴，他是很体贴。其实他觉得那种电影看起来很蠢，但他还是陪我看了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大卫先笑，因为他觉得电影某些梗很蠢，然后讲出来以后，安博也笑了，这样。不许吧？哇，都是为了你耶！好啦，我不打扰你做有关大卫的白日梦喽。其实我觉得番茄刚刚有非常实质的发挥他的八卦魂。对，我吗？对对。你说配的时候有配到角色的状态吗？对对。我开始在慢慢抓感觉，我觉得太久没有配，真的会忘记。所以你们知道侦探两个半吗？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。梦想家查出克拉克背包里放了什么？克拉克是谁？那个穿你鞋子的女人。那个不是叫什么？看到帅哥了，超可爱，我去和他聊聊。必去的潘米拉。对啊，他不是叫潘米拉吗？潘米拉，那克拉克是谁？是那个瘪瘪的声音的那个穿着西装裤的那位吗？他简直就像是狩猎食动物。
今天天气不错，是吧？是不错。你要去哪里呀？出差办公。哼，神神秘秘的。其实我是机主之一，机主人之一。你跟我走的话，就不用大排长龙了。不了，谢谢。我对被奉为上宾敬谢不明。就我看来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哇哦，原来你不只是帅，还很有绅士风度啊！该不会是什么陷阱吧？我认为我两者都不是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最好是，我叫做拍蜜啦。我是克拉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潘米拉。麻烦你了，这些东西有经过核准。他是医师吗？感觉是红十字会呢。对啊，没问题，我只是得在起飞前检查一下而已。哦，我知道。请跟我来。马克是谁了？谁？那个番茄看着影片说，希望他之后不会变成婊子的那一位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会变成婊子的那一位？这是某一次结束的时候，番茄就看着影片，希望他未来不会变成婊子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会。哦。这是我的文件。我是非营利组织医疗队的成员，麻烦你了，需要的话你可以检查。看起来没问题，抱歉拦住你，我应该看制服就知道你是医生的。没问题，你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已，事前小心总比事后遗憾好。我一直很尊敬做医生的，我想不出有比医生更重要的行业。所有工作都有存在的价值，拿你说吧，你的工作是保持大家的安全。但安检人员有时不怎么受欢迎。所以我才更尊敬你啊，做人人敬重的工作容易多了。总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安博。安博。好美的名字啊！他刚是对他挑媚眼吗？没错，眼呢？他人真好，跟整天对我吼叫的客人一点都也不一样。半年之后，对象条件真低啊！但他叫什么名字呢？我没开口问。你不要知道，大卫是你的很好选择。啧啧啊！你们觉得我刚刚把那男生的抓的怎么样？还我觉得不错不错，对，这选项可以，真是太好笑啊！我想看那个钻石，它一直在闪，好吸引我。有空call我，我觉得这个，哎呀，别打电话给我，我不想接电话。安婆，我带了纪念品给你哦。哇哦，谢谢，好漂亮哦。你不喜欢吧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简直像会读心术。这是种做母亲的直觉。啊，在呼叫我咯。安博立马脸红嘞。嗨，安博，很高兴追上你了。你可以叫我克拉克，这名字蛮适合你的。叫克拉克的都常常四处飞。啊，你是说超级英雄的克拉克吧？真风趣啊！
我猜这个笑话你听过很多次了。你常常出差办公吗？常常，很常。真棒，我听了好羡慕，我很想离开这里。你可以离开啊，任何时候都可以。我该走了，有缘再见，韩博。不要放弃大卫！啊，有电话、哦。对，嗯，我刚刚以为是我的。铃声那么像吗？啊，妈，嗨。嗯，没事，很顺利啊，我还在受训。现在还不会怕我登机，我必须先学会一些东西。啊，对了，我在机场碰到一位懂得欣赏你品味的男士，他说你把我的名字取得很美。嗯，他很可爱。我知道，我应该常常打电话给你的，只是最近很忙。不是啦，我知道这不是借口，我会多多打电话给你的，我保证。妈，拜拜。我总有一天要告诉他事实的。嘟嘟嘟嘟嘟，叮！安博在寻找能送金鱼饲料过来的宠物店。我们要飞向大溪地喽！大溪地，走吧。这是把林安博。早，你好吗？克拉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很好，谢谢。你这次要去哪里？大溪地，那里有个人道救援计划，我会加入他们一阵子。安博，抱歉打扰你们，出事了，我想找你帮忙。怎么了？母亲贵宾休息室缺一个人手，需要能马上替补的人代班。当然好，没问题。这次是飞往哪里？往大溪地。你融完班得立刻打包，准备出发。这太好了，我很乐意帮忙，汉克。太好了，抱歉，事出突然，但我觉得你会喜欢来一点小冒险的。太棒了，谢谢汉克。真巧，我们说不定很快就能碰到碰，语无伦次哦。对，真巧，我们说不定很快又能碰到面了。真是个好消息，我很喜欢和你聊天，韩博。旅途中我会注意到你在哪里的。糟糕，出发前我得先买好苏西的饲料。我得先找家愿意在我工作中立刻送了饲料来的宠物店。是说像这种他们随时会被外派的，养宠物是不是个不太好的选择啊？可是他现在目前是算是地勤吧？对啊，他现在还是地勤。对啊，他临时被派到其他地方的机场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还蛮，我觉得这种应该还蛮不太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觉得很微妙。大溪地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太美妙了。再说克拉克也会去耶，他是个很有趣的人。哦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到隔壁房间的床。
三位留下来的纸条。这是个很棒的一晚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和你相处，安伯赫普，你是个很棒的人。祝睡着的安伯很可爱，笑脸。刚睡醒吗？真的要。嗨，大卫，我刚发现你的纸条，谢谢。我要去旅行一段时间，去大溪地。旅行很好啊，不过 我希望可以跟你多相处。大卫，谢谢你，我回来后再办一次电影之夜吧，笑脸。当然好，我得继续工作啦，安博，祝你旅途平安。大谢，大谢。哎呀，大卫，感谢你做的一切。我得动作快，出门前要喂饱苏西。大西弟，我来啦！他到底要问多久份的饲料啊？无法想象。鱼不是不会饱吗？对啊，我一直吃，一直吃、欸，哎，调整多啊！这就是我们下一次的那个工作了。那我们这一集好像就哦，好了，钻石，钻石。我们可以买什么？这是换颜色吧？新的装饰品。哎、欸，照片呢、欸？有照片。我想要看，我想要看照。我也想看照片。这个，嗯，对，好，买下。为什么？为何？这个好，这个可以。好好好，就是这个。看来大家心中都已经有想好的 CP 了呢。嗯。可是我们还是，那我选第三个、啊，我选最右边那个。对，我也选最右边那个。看来 CP 组合就是这两个挑一个的概念。嗯、好吧，你们说实话，你会想要第几张？你说第三张不选，最右边那张不选的情况下，对对对，这张。好，那我们就这张了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，好，我们结束，嗯。那至于日记的部分，我们就下一集再看啦。那如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先到这边，因为这影片时间可能差不多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，并且按下我跟遗忘频道的订阅。然后有推荐的游戏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嗯，我突然忘记要讲什么了。哦，对。记得订阅我跟遗忘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这样在我们发布新影片或是开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获得通知。那有推荐的游戏或是你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对，那欢迎大家赞助我们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是番茄尤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